这个送给你。不喜欢？我这人呢，不喜欢玫瑰花，只喜欢赚钱花。精辟，你果然与众不同啊！不枉我为你相思一吻瘦了整整300克。300克，是不是太没有诚意了点？一个医生曾经跟我讲过，你的心脏大约重量也就300克。当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啊，我的心就给了你。这个还挺有新意的，还有更新鲜的吗？你想听什么我都可以跟你说，不过首先我们要不要先正式认识一下？我叫顾肖，你呢？急什么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，就像这杯酒，越久越醇，着急一饮而尽，反而没了口感。我有的是时间慢慢了解你，我有一辈子。